视球 A 的余事件 A prime， A prime 的话等于余集里面扣掉 A 的，所以是一三五七。第二小题 ，A 和 B，A 和 C，A B 和 C 是否互斥？哦，互斥的话就是两个交集为空集合，所以我们先看 A 交集 B，A 交集 C 以及 B 交集 C 的交集是多少？是什么东西？如果是空集合的话，那它就是互斥，所以第一个是空集合。那 A 交集 C 的话等于二四 ，B 交集 C 的话等于一三，所以 A 与 B 互斥，另外两个都否。